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300毫升喷雾能带上火车吗？300毫升的喷雾不能带上火车，限量携带不超过120毫升的摩丝、发胶、杀虫剂、空气清新剂等自喷压力容器。大多数这些产品都含有大量的易燃易爆物质，同时呢，这种容器本身就是易爆物品的一种。为了公众安全性和自身出行的便利，坐火车前要看一下喷雾的容量。压力灌装的喷雾单瓶不能超过120毫升，所以300毫升的喷雾是不能带上火车的。